我醉了。那个把迷糊放下来，在底下太埋汰了，知道吧？再一个小迷糊容易把这全给它扑棱倒它，小迷糊容易把这都给扑棱倒的。再一个是咋的，家吗？这地下太埋汰了，这原先它这地方下午耗的药。你要给它关进来，关进来。它这地方吧，原先下午耗的药，知道吧？这木耳吧，它遭老鼠，啊。行，你喝吧，米花，喝吧，米花，喝吧。55的了，感谢啊，家人们啊，木耳你们放心拍，放心买就完了，家人们啊。放凉快地方。今天晚上多？快喝吧，米花，你喝吧，别着急，米花。快，拿手机来。迷糊是卡大卡，这迷糊说的，天天就跟你出来遭罪来了，啊，天天就跟你出来遭罪来了。我给迷糊整个凉快点的，啊。嗯，你可不能放这里，放这里更热。嗯。放这里更热，咋又涨价了呢？咱今年这个木耳普遍都价格高，知道吧？都价格高。虽然说咱这是自己家木耳地，但是那你也得给我姨，他那个啥钱呀？价格都高了，家吗？对，啊，不是咱家高啊。你看谁家便宜，你可以看谁家，家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咱家这个品质，你就是跟谁家比，咱都有自信，知道不？家们，我跟你说啊，木耳，咱家木耳是正儿八经的原产地木耳啊。我一会儿给你们拿着那破木耳，你们看一看，29.9块一斤的，拍没拍过29.9块一斤的，家们，拍没拍过？我给小明找凉快的，你过去吧。我给小明找凉快的地方。放室内，你得找个凉快的。吃什么玩意儿？吃啥呀？木耳零食。啊？这下是就打你啊？下次我他妈揍你！你怎么一卡？是你卡还是我卡？还不愿意了，不骂心疼，你们。卡的。啊，现在肯定不卡了，好了，知道吧？现在不用他的网了，是不是不卡了？还卡？啊？啊？拍了一斤，支持主播和迷糊，这大天太不容易了，谢谢啊，感谢对我们的支持啊！想买木耳的好朋友们啊，东北黑木耳非常好啊，东北黑木耳是咱们东北特产啊，而且吃木耳可以清肺润肺，老铁们，家里头有没有抽烟的，老铁们啊，抽烟的人常吃木耳，它可以清肺润肺，对肺都特别好，知道吧？家里有抽烟的。就咱平时吸二手烟它也不好，知道吧？而且木耳是血管的清道夫。对。啊，血管的清道夫，知道吧？迷糊是拉布拉多吗？迷糊当然是拉布拉多了，家人们。不然你以为迷糊是什么呀？迷糊肯定是拉布拉多呀。对不对？你瞅它就拉得多呀。是不是？东北现在很热吧？东北现在27-28度，了解吗？20几度，媳妇看一下子。25，现在。25度是吧？明天30多度。明天30多度。明天33度。23.9块，家人们，23.9块钱，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啊！待会儿可以拍单啊！嗯。来，咱替三兄弟上一波，23.9块钱，不是一斤啊，是180克。刚才我是不是又说一斤了？23.9块钱，180克，55一斤，老铁们，55块钱一斤啊。嗯，55一。一斤。美黑的拉多。美黑的拉多。
小牛啊，可牛了，人家是混血拉布拉多。温柔，天津四十多度，为什么卡？现在还卡呀？不卡吧？看多少度媳妇儿了？一卡一卡的，一卡一卡的。一卡。我上那边给他溜溜的行。200多单，咱们啊，咱提三兄弟上一波啊。现在此时此刻的温度，临沂三十八度，热吧？家人们，看我们牡丹江多少度？看我们牡丹江多少度？你开空调你都没有这个温度啊！真的，你开空调，啊，我这25度，现在临沂38度。我跟你说，他开空调的那个25度和这个25度，它的温度不是一样的。媳妇，杭州多少度？杭州，咱到杭州的时候，杭州多少度？我操，杭州比咱这还凉快呢，媳妇。杭州比这边还凉快呢。啊，真好，我们热的不行了。杭州今天下雨是吧？但是他们呢，再下雨的话，再是这个路的话，它也是比咱们热。下方小黄车，家人们啊，待会儿我给大伙儿看一看，咱今天没带充电宝是不是？来，迷糊看着点迷糊。给我上来。迷糊，小迷糊上来。迷糊上。上来。啊。看看啊，家人们啊，那边摘木耳干活呢啊，想买好木耳的，咱们可以拍一单。给大伙发的全是干的，家们啊，看不着，全是这种干木耳，老铁们，啊，55就能买到一斤，家们，55买到一斤东北黑木耳，23.9块，180克，啊，23.9块，180克，55就能买到一斤，啊，看见没？咱们今天拍，明天就可以发货啊，家们，今天拍，明天就可以发货，看不见没？看木耳啊，哎，啊，没拍过的啊，没买过他家木耳的话，可以拍一个23.9块的啊，看看这个，啊，这不浇水了啊，啊，下午浇，一会儿浇吗？一会儿不浇，得下午浇。你在下午不就晚上了吗？啊，对，晚上这么浇水不行。这会儿不行啊，太热了，浇水也不好啊。这会儿浇水也不好。啊，我给大伙上那边看看去啊。我带大伙上那边看，卡不卡？家人们，卡不卡？不卡吧？是不是？没拍过的话，拍一个23.9块的，家人们，拍一个23.9块的。23.9块，180克，59.9块，我那个什么，那个55一斤，家人们，东北黑木耳55一斤，这都咱自己养殖的啊，木耳，这边正在晾晒，啊，你看，家人们，这木耳这正在晾晒当中。看着吗？哎，看，多好！看你们看，这木耳多带劲！看着吗？啊！55一斤。这是鲜的啊，我现在给你看这是鲜的，家人们啊，鲜的会晾一下，鲜的会给它晾一晾干它，知道吧，晾完之后就它就卷边了，知道吧，它这么卷边了，哎，每一个它都卷边，每一个它都卷边，其实家人们，咱家木耳你泡开之后它就这么大，知道吧，泡开之后就它就这么大啊，只不过你泡开之后吧，颜色比这要深一点，知道吧，
为什么要深一点呢？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半干不干的状态了，已经抽巴了啊。你泡完水之后吧，它水量更大啊，水分更多的话它就好看，知道吧，颜色更深，展开了，对，泡开就展开，这是展开的，是新宅的吗？这是现宅的，这都现宅的家们啊，现宅的啊，23.9块家们，没拍过的话啊，家们没买过的话，你们可以拍一个那啥的，23.9买180克，自己尝一尝啊，180克。有需要木耳的好朋友们啊，咱们都可以拍一段。3-4天用不了三四天，像这两天用不了3-4天是吧？嗯，对，3天吧。像这样啊，像这样天气得3天。一斤能有多少？一斤能有多少？一斤能炒10多盘儿。啊？能炒十来多盘？那得全是木耳。啊？啊，全是木耳。要放肉的话，还得15盘吧。那炒菜呢？就炒。你要木耳炒，比如说炒铜，炒那个蒜苔啥的，炒那可多了，可以炒那么20-30回。20-30回。一斤木耳能泡14-15斤出来，老铁们，能泡14-15斤啊！一斤泡14-15斤，你说一斤多少？这一圈吧，哎。这有14-15斤吗？这一圈，这点玩意儿，这点东西没有啊？没有，这点没有14-15斤，没有，多些？这些吧，这些，嗯，差不多吧，得这些14-15斤，嗯，对，这些吧。你让商家们，你们买完之后，给它泡开之后能泡这些出来，商家们、嗯、能泡这老些出来，一斤木耳能泡这老些，看到吗？这一小圈儿，你看到吗？家人们，啊，一斤木耳能泡出来这一小圈出来，你看多不多，老铁们？啊，14-15斤，知道吧？你要买那个加重木耳啊，20多块钱一斤的那木耳，你那木耳你一斤顶多能泡出来2斤出来，啊，那木耳能一斤能泡2斤出来，咱这个一斤能泡14-15斤出来，你说能比吗？那根本就比不了。知道吗？你虽然说家们29.9块你是买了便宜的了，但是呢家们，你那个木耳一斤只能泡出来2斤出来，你算算你亏了多大，你算你亏了多大吧，对不对？家们，咱家木耳能泡14-15斤，他的木耳能泡2斤，顶多泡3斤，你算你亏了多多，亏了多多，对不对？你别看你花的钱少，但是你吃的少啊，个数少啊，知道吧？29块1斤，它的个数就少，知道吧？咱这玩意儿咱这55块钱，你个数能比它多10倍，个数能比它多10倍。一斤还是半斤装的，家人们，23.9块，23.9块的话是180克，啊，23.9块是180克，啊，55块钱是1斤，500克，55是1斤500克啊，家人们啊。一斤是整整好好500克，老铁们啊，有需要的话你们买吧啊，都是好木耳啊，放心拍，老铁们，看不着？哎，不管是啥样的啊，老铁们啊，你看摘下来的，我跟你说，最原始、最初的、最开始的，它就是刚摘下来的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啊，因为它好的孬的都有，它好的孬的都有，知道吧？你看，家人们泡开之后，你看家人们就展现在它大家伙面前啊，基本上都是好的。知道吧？没有烂的，啊，没有烂的木耳，啊，啊，上午拍的已经发货了，速度啊，嗯、你们上午拍的话是在这那头，这都一样，家人们，这些木耳全都一样啊，每个案子上的木耳都一样，知道吧？家人们，你们拍的那个都已经干了啊，都已经干了。
啊，所以都已经给大伙发货了啊，家人们，都已经给大伙发走了啊。看看迷糊，五百克没有链接，五百克有链接，家人们有链接啊，有选项，第一个选项就是五百克，老铁们啊，第一个选项就是五百克啊。你看那浇过水的，一会儿给你们看看浇过水的，浇过水的什么样。第一个选项就是五百克啊，老铁们。熙熙攘攘，森林里的稻草。远近。放你咋的了，爷？我是这辈子做俺爹娘的闺女，还是别的还失败这一辈子。如果有下回的话，我绝对不这个走那么远。没有啦。客服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加库存，加库存，加库存来，客服给加库存，一斤装他说没有了，他说，有一斤装，有一斤装的吗？这是晒着半干的，家人看着吗？啊，这是半干的，看着看着吗？它还有，它这个还有湿的，还有潮的，这是半干的，看着吗？刚才那是新摘的，这是半干的。有啊，家们有一斤装的啊。点开链接就有了，点开链接就有了，家们啊，有一斤装的啊，待会儿直接拍就行，咱直接拍就行，家们有一斤装的啊，这是半干的，这也是放着的，这也是没干的，这也是没干的。等太久了，这木耳等太久了，今天拍。咱们今天拍，明天就能给你发货啊！今天拍，明天就能发货。来，呀，睡醒了？睡醒了。你要让迷糊上这个车，我把这个给他冲一下子。哪个？冲一下子，冲啥？那这里头，那水啥狗粮都泡发了。啊，没事。小牛顶的，小牛顶的。哦、我看来那一怎么拍那个看看，他说没有，教大家伙一下子啊，一斤装怎么拍，你那手机真亮堂，兄弟，你手机真好，真亮堂啊。我手机还没你手机好。哎，点开去抢购，老铁们点开咱们去抢购啊，第一个链接就是一斤装，一斤超值装55块钱一斤。一斤超值装55块钱一斤，180克体验装223.9块。对。啊，体验装是23.9块，超值装是55，一斤装，老铁们，一斤装啊。是的。想买好木耳的家们啊，待会儿我可以拍的。你看家们，咱家木耳轻轻松松的，真的，因为咱家回头率回头客太多了。啊，我这两年得卖出去两三万斤木耳。嗯，家人们啊，全是回头客，三爷爹一到这个季节卖木耳啊，放心吧，咋了？没事，没电了。木耳真好。迷糊，咱今晚就回家啊，回家了，迷糊啊，看爸爸，看妈妈，迷糊。就是说又看那个老壁灯。咱俩这个木耳啊，家人们，你把放回去吧，媳妇儿。没有任何的增重啊，家人们，咱家的木耳没有任何的增重啊。晚上播，晚上回家直播，正常直播，老铁们，晚上正常直播啊。木耳没有任何的增重，23.9块就能买到一斤东北黑木耳，家人们，23.9。就可以买到咱们家一斤东北黑木耳，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
不是不是，23.9块23.9块180克，55一斤。那你还在那说对，你还在那说对，你也不给我纠正啊？55一斤，家人们，55一斤啊，23.9块是180克。这家伙，咱俩还没有迷糊，还有没迷糊精神呢，媳妇儿，应该喊对。去年买的早就吃完了，就等木耳呢。我有点让尿憋的，我有点。你去啊，这不有吗？哎呀，那厕所不想去。那咋不想去呢？那屎觉得都比那个蹲坑的那个蹲位都高啊！你去你大爷的！熙熙攘攘着命运的道场，怎么可能有蛇呢？哎呀，我害怕呀！啊，我60多了，三元家的木耳是我吃过最好的，感谢丽啊，谢谢姐啊，上那边上吧，谢谢姐啊。今年咱家木耳全部都是好木耳，家们啊，因为咱们家今年的木耳收成啊，家们啊，它长得本身就好，知道吧？今年木耳长得本身就好，知道吧？哎，天气好。庄家们，今年天气好啊，哎，所以木耳长得就好。哎呀，真是有点胆秃的。胆秃的。找个没人的地方，野地里呗。说实话，那比旱厕都干净。我媳妇怕蛇，她说，她怕蛇，被蛇咬。因为之前我跟我媳妇在这块直播的时候就碰到过蛇，知道吧？碰到过蛇，给我媳妇吓够呛。之前就碰着过在那块儿，吓完了给他，那个河把癞蛤蟆给吃了，你们记不记得家们？啊？哎呀，你看小迷糊在这坐着多好，家们啊！你看这地方有山有水。有风花鸟鱼啊，什么都有，小迷糊有喝的，有吃的，还有水果西瓜啊，多好。迷糊这地方空气还好，是不是迷糊啊？有吃有喝啊，而且太阳还晒不着，空气还好啊。这是哪嘎子农村啊？木岭这边，家们啊，木岭绥阳这边啊，木岭和绥阳这块儿，小明在带货了，对，小明出来带货了，小明出来跟他姥爷卖木耳来了，家们跟他姥爷卖木耳来了啊，大家伙有需要东北黑木耳的啊，老铁们，咱直播间好朋友们有需要东北黑木耳，咱可以拍单东北黑木耳啊，23.9块180克，55块钱一斤，55米一斤。熙熙攘攘着命运的道场，你看咱家木耳新客，你看全是新客，你看家人们啊，新客特别多，老顾客新顾客都特别多，新客都特别多了，你看着吗？新客都可多了。看看7-Eleven呗，小迷糊。不是他不付款的呗，他也不付款的，有人专门不付款。有人专门不付款占库存的，知道不？熙熙攘攘着命运的道场，啊，专门捣乱的。迷糊太可爱了，刚刚踩到水，还用嘴巴舔呢。这小迷糊不讲卫生了吧？迷糊，这要是讲卫生的话，他能舔，他都不能舔，啊！
买了一斤的链接，感谢沈阳慧姐啊，谢慧姐，23.9一斤吗？23.9的话是180克，啊，180克哥，啊，180克就这些了，看了吗？啊，180克是这些，知道吧？啊，这是一斤多，老铁们，这是一斤多，啊，3.6两，老铁们啊。180克等于3.6两，然后呢59.9块一斤啊，家人们59.9块一斤啊，180克，对，180克除以500不等于3.6两吗？是不是10两是一斤呗，对不对？10两是一斤，3.6两，老铁们看到吗？哎，这一小盆，这是一斤多，老铁们啊，它是它的几倍，3倍呗，相当于，是不是家人们，相当于3倍呗啊。这是一斤装的，一斤是55米，一斤是55。嗯，还哭了啊？那跟谁吵吵？是不？不是，是不是？那为啥他为啥哭啊？啊？不会是他老公公吧？嗯。啊？不是，嗯，命运的道场，一斤能撤好长时间，拉不拉多多少钱？咱家还剩一个小老二，家人们还剩一个小老二，想买拉布拉多的话私信主播，老铁们啊，哎，有想买拉布拉多的好朋友们，大伙私信主播就可以了啊。23.9块，180克。啊，180克，55一斤，我给你们看看刚才刚浇完水的啥样吧。啊，老铁们，刚浇完水的吧，它就是瞅着特别新鲜，知道吧？刚浇完水的，瞅着特别新鲜。这边浇水的。嗯。嗯，我说4点来钟浇水了，得浇水了吧？我给你们看刚浇完水的啥样啊？哎，刚浇完水的看啥样，老铁们，你又不能动啊！老，你们知道这有多少袋木耳吗，家人们啊？这一家，这都是他家的，嗯，都是我媳妇儿家的，还一家的呢。20万，家人们，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光柱子就20万袋，你瞅着不大哈，瞅着不大哈，家人们啊，20万袋，熙熙攘攘，这命运的道场，他浇完水了吧？它都发起来了，看见没？浇过水的，看到吗？北京大兴几天能到？3天吧，基本上3天左右。看见没？黑不黑？家人们看黑不黑？看不着？黑不黑？啊？这木耳好不好？是不嘎黑的，老铁们，特别黑，纯东北黑木耳啊！家人们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在外面买的。你都不一定买像我这么好的木耳，知道家吗？啊，你买木耳都不一定像我这么黑，这还没摘呢，老铁们，这还没摘呢。啊，我给你们发的木耳都是跟这一样的，家们，啊，都是跟这一样的。哪个省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啊，确黑的，你看着吗？23.9，先来尝一尝，如果好再买。行，买那个，家人们，如果要是你们不相信三元爹的，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就买那个啊体验装，家人们啊，180克的啊，你就买180克那种啊。相信三元爹的话，你就拍55一斤的，能行吗？啊，相信我的话，你就买55一斤装的啊。
没拍的家人们，咱们抓紧拍一单啊！一会儿三元店下播了，老铁们，看着呢，木耳都老黑了，特别黑，小木耳嘎嘎好，看看这小木耳嘎嘎好，容易煮烂吗？木耳你煮时间长了肯定也烂呢，啥玩意儿煮时间长它都烂乎，知道吧？不容易煮烂，这个木耳肯定是不容易煮烂的。55的划算，23.9是干湿的，是干的啊，家人们啊，给你们发的是干货啊，给大伙发的是干的啊，我给大伙看看去，给你们发的什么货，老铁们啊，我看我给你们看看，我给大伙发的全是干的啊，家人们，一斤你买一斤能泡发出来15斤啊，不信你去试试，家人们啊。14-15斤嘛，不能说特别绝对啊，家人们啊，一斤木耳，一斤干木耳能泡发出来14-15斤湿木耳啊，泡发完之后能达到14-15斤啊，你可以试一下子，老铁们啊，14-15斤呢，老铁们，一盆相当于你买了14-15盆，老铁们看着吗？这个木耳我给大伙发的是一斤装，老铁们，一斤装啊，你买的一。这一小盆是一斤，是不，家人们？你泡发出来，家人们能泡发出14-15盆那么多，你说，家人们，这个东西是不是好木耳吧？是不是好木耳？啊？第一号链接，家人们，23.9180克啊，23.9啊，59.9一斤，家人们啊，55一斤，55一斤。陈明，看你回来了。咋的？看着我回来，他就一下子。走，回家。你就你趴那儿，给我坐这儿，进去，进去。明花。那个小狗冲你叫唤，明花，去年拍多了，还有2斤没吃完呢。哎呀，感谢啊，感谢姐啊，一年都拍好几斤。你看家吗？咱家人真是一年都拍好几斤，啊。一年都拍好几斤，你看那狗子。狗蛋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在这儿呢。狗蛋子，上迷糊别墅来玩会儿啊！狗蛋子，你上迷糊家过来玩会儿了，狗蛋子。狗蛋子，你就让他来玩，你就来玩喽，来玩喽，你上我家来玩喽。哦，明儿把门开开，你说来我家玩喽，你看那小狗蛋子不来别墅，你说的小奶音儿，明儿也会，明儿和老四都会，你有蛋，你说来我家来玩喽，来玩喽，啊，好不好玩喽？明儿声音好听啊，媳妇儿。嗯。啊，明儿说我在这儿呢。我来哟。上午下单的木耳已经发货了，发走了，家们啊。咱们今天拍，你现在拍，明天就能发货了，姐们。现在拍木耳的话，明天就可以发货啊。一斤装，家们啊，一斤装黑木耳才55。家人们啊，你现在看着这个一斤装，给你们发是干的，听声音，家人们啊，看见吗？给你们发是干的啊，哎，
55一斤啊，然后呢180克是23.9块，180克是23.9块。老铁们想买东北黑木耳的，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拍上那么一单啊，今天下单明天发货，3天2天就能到家啊，吃上咱们家正宗的东北黑木耳。黑木耳可以清肺润肺刮肠子，清理肠道多余的油脂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有需要减体重的，减肥啊，减体重啊，家人们啊，都可以吃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都可以拍木耳啊，刮肠子血管的清道夫，而且木耳可以补铁啊，有贫血的好朋友们啊，贫血呀都可以吃木耳进行补铁，老少皆宜，老铁们这个东西啊。然后呢是木耳炒肉啊，木耳炒白菜呀，哎，木耳三拉根儿啊，包括涮火锅啊，啊都能吃。哎，涮火锅、三拉根儿都能吃，老少皆宜，家人们啊，一斤只需55块钱，老铁们啊。小迷糊刚才要关门。小迷糊关门啊，我看看啊，小迷糊关门，迷糊蛋子啊，1斤只需55，家们啊，今天下单明天发货，3天2天就到家，家们3天2天就到家啊，想买木耳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拍一单。熙熙攘攘这命运的道场，凉拌也好吃，对啊，凉拌也行啊，当然了，凉拌也好吃啊。包饺子、凉拌，是不是？蘸辣根儿啊，都好啊。小牛饿了，小牛在外面不吃东西。嗯，你看昨天晚上，小牛干了个馒头。俺那迷糊蛋子昨天干了个馒头，再出来吧，他没有，没有安全感。迷糊蛋子出来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吧，小迷糊蛋子也不愿意吃东西啊。等他回家就好了。迷糊蛋子困了，一说回家呀，立马就精神了。我说走啊，迷糊蛋立马就得起来，走，回家，回家了，回家。回家了，你看迷糊蛋小眼睛卡不卡的，小迷糊蛋小眼睛卡不卡的。哎，回家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等会儿 回去吧，等会儿回家，回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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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走吧，回家，等会儿回家，回去吧。小迷糊想爸爸妈妈、姥姥和虎妞了，不对，看这是啥？嗯。小迷糊应该是喜欢小啊，他想妈妈了，咋了？你猜这是啥？嗯，你猜这是啥？刚才那个，这啥？刚才那个木耳。啊，刚才那个木耳能捏成这样似的？刚才那个，假木耳捏成这样似的，跟他妈大鼻涕似的，这玩意咋吃啊？你说啊？刚才那个不好的木耳能捏成这样似的？手在这这样的，捏的。他妈妈是谁？哎。大妈是小石榴啊，大妈肯定是小石榴，你们骗他，迷糊好可怜，没骗小迷糊，逗他，这叫逗他，不叫骗啊，家们，这叫逗小迷糊，这不叫骗小迷糊啊。是秋木耳吗？不是秋木耳，还没到秋天呢，家们啊，秋木耳是秋天的木耳，现在是二茬木耳啊，你们搜到的货的话是二茬木耳，老铁们，二茬子，你看。你看拉年弦了，嗯，你看那个什么都揉出来了，你看年弦拉年弦了，行了，感谢美好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美好，看了吗？嗯，能看见吗？在那里。嗯，能看着呢，拉那个白色丝儿了，嗯，全是疼。家们，我跟你说，千万家们啊，收的那种加重的木耳，我跟你说，家们啊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加重的木耳你一放水里它就沉底儿了，
了解吗？就一个办法，你就能搞定，是不是加州木耳？你加州木耳加重那个啊，家们一斤能加5斤重，你想想你吃了多大亏，知道吧？你吃了多大亏？你买5斤木耳啊，29.9元，相当于家们除以5，相当于你只买了100克，相当于只买了100克，知道吧？那个木耳你回家放水里头啊，你扔往水里一扔，它一沉底儿，它肯定是假的啊，因为好木耳它不沉底儿，小伙啊，好木耳你放水里它在水面上飘着，它是吸完水之后它就沉底儿了，知道吧？对，你回家那蒸重的木耳，你扔完水里它沉扔进去沉底是一个，第二个就是你去摸它，你在水里你摸它，你就感觉黏，黏上面有糖，糖分太高，对，你就感觉黏，嗯，糖分太高，洗下来很厚的一层黏糊糊的，对，然后你还看不到这个黏糊糊的东西，但是你把手一拿出来，你这样你感觉你的手上全。明儿想家了，明儿想家，想家啊，想不想家？明儿想家，想家，想家，想家。我跟你说，你看我一说家，小明儿就可那个敏感了。明儿家，家，家在哪儿呢？明儿家，他不热，老铁们啊，明儿不卖，老铁们，明儿不卖。家想家啦，明儿。咱们回家呀，回家呀，迷糊啊，迷糊，你说老爷，我想回家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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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迷糊，回家哟，回家哟，迷糊，回不回家哟？回不回？回不回家？我回不回家哟？回不回家哟？回不回家哟？刚才是谁送了一个摸摸脑袋吗？不知道，摸迷糊了啊？我感觉迷糊脑袋上刚才好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晒的，你看，我也是，你给我去掉的轮子，你给我去掉的轮子。哎呦我去！这衣服挺凉快，媳妇儿，这衣服是吗？嗯，这衣服挺凉快。我感觉你穿的挺凉快，因为你后背都没湿。是吗？嗯。10085那老打电话。那肯定有人说这衣服凉快是凉快，钱也好啊。啊。你们要么给你们带一批，那肯定有人说38这衣服是凉快，钱也好啊。嗯，我这衣服39.9元买的，错，还给打了个折呢，34，34块钱，挺好，多好，这小衣服。哎呀妈呀，真的我的胳膊可刺挠了。这小衣服我穿身上像真的吗？这啥牌啊？安德玛吗？哦，不认识。你身上涂点防晒霜或擦脸油，没带呀，忘带了，啥也没带。啊，来，我，咱妈寻思早上给你整点那个，整个帽子戴呢，这家伙的，知道吗？我现在我就痒痒，现在已经痒了，特别痒了，怎么这样式的了？晒的，在地方待一天晒的，老铁们。你说多难，老铁们啊！想买木耳的好朋友们啊，待会儿抓紧拍一袋木耳，一会儿3月底下。